我的天选之人。不只是人选之人，更是郭台铭最中意的 Miss Right。从我在旁边观察，郭董是一个神经很紧绷的人，帮他疏解一些压力，然后他就会变快乐一点，他就会变更聪明。万中选一的最佳人选，这句万众选一不是随便糊弄。郭台铭选赖佩霞当副手有三个考量：话题性、互补性、功能性。曾出演火红台剧总统角色，赖佩霞的话题性自然没话说。再来，赖佩霞过去专注女性运动，可以与郭台铭霸道总裁形象互补。最后功能性，郭台铭想借重的是赖佩霞心理学博士的沟通能力和人脉背景。他的老师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团队的核心幕僚，他的同学都是世界各国的重要幕僚。我拿了博士，专攻领导力，过去几年也在哈佛、甘乃迪大学、法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学习，这些专业都是我未来可以贡献的。所以接下来首先我要做的是跟内部沟通，因为他们非常辛苦，跟媒体沟通，就是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跟在野党沟通。不止如此，赖佩霞现任老公谢志宏与郭台铭也有科技产业渊源，目前是丰康微流体晶片公司董事长，手下投资约五家生技公司，家庭背景也是实力派。从那影片中可以看到，他也是个屹立不摇，遇到问题啊不折不挠，去无困难的人，这点深深吸引我。后来第一次我们谈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要快乐啊，要 we have fun。然后他告诉我怎么样做沟通。总裁把影集主角搬到真实世界，《人选之人》第二季真实版现正热映中。继续为您，陈佳倩采访报道。